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61页第六行开始。第61页第六行经文先念一段：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扑熏，天油波如华，波檀摩华，居摩头花，芬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其弥覆水上。你先念这一段。这个这是还是继续讲极乐世界啊众生居处的那个自在的状况。那么这个上一回讲到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就宝池得水这一段呢，有四小段。那么这个四小段呢，在上一回讲了一段啊，就是这个宝池得水呀，就是把这个七宝池，上回一段有七宝池里面的那个沙了啊，哪一种池是用哪一种沙，那么那一段讲过去。今天呢，我们开始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讲七宝池岸上的各种这个花，就是岸树池花啊，这个这一段。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一边看这个这些树啊，各种花，一边就想象那个极乐世界那个实际环境那种状况啊。这就是古人叫随文入观呢，随着经文，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呢，就这个就放在那个环境上面啊，比如说我们要到哪里去啊，先要熟悉那里的环境啊，这有很好的帮助的。种种的树，那么这个树呢叫做旃檀树。旃檀树啊，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呢也有，是很名贵的。那么这个因为它呢由于这个颜色啊叫紫色的啊，叫做这个紫檀，这是一个发了一种很好的香的气味出来，这叫旃檀香木啊，那个树就是指的那个。那么这个只能够说，那我们娑婆世界有这种树啊，用这个名字来说出来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那个树啊相比的啊。那么我们就看了极乐世界那个旃檀树呢，华叶垂布啊，树上的华啊还有叶子往下吹的啊，垂下来分布下来，这个那个发出的这个香气
普训，普训是普遍的那个啊，宣示这个散到各地方，让人家闻了这个香气，又受到那个香气的熏染，受到香气的熏染呢，那有种种的好处的，比如说就在我们这边吧，在这个香啊，这时候或者是弹琴的时候啊，都要烧那个好的香，或者这个在静坐的时候啊，也烧那个非常好的香，那个香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这个提起来这个所谓一闻到那个香啊，就正气爽啊，种的利益的，这是这个有花叶吹拂下来的啊，树上那个散发这个香气，这香气注意这普熏，那是范围很广的，到处都闻到那个香味香气啊。还有呢，这个天优波鲁化，优波鲁化呢，这个波鲁化简单叫波鲁化，那么这就是这个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青色的莲花啊，那么这叫做优波鲁化。波檀母化，波檀母是一种这个赤色的莲花，还有这个巨魔头花，巨魔头花呢，它也是莲花的这一类的，它包括各种颜色，那么有的是赤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青色，还有这个黄色等等，各种颜色都有，各种颜色都有。它为什么要定另外定一个名字叫做巨魔头呢？为巨魔头有跟别的有点不同的是啊，它这个花啊还没有完全开，没有完全开出来，没有完全开放出来啊，那叫做这个巨魔头，这一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分头立花，分头立啊，就是正在开放了，已经把开出来了，完全开出来了。那么它是一种白色的莲花，这个在各种莲花当中，它是啊，算是一个最好的一种，而且它的花是最大的一种。那比如说这个佛经有一部叫《法华经》，《法华经》是简单是吧？全部的这个名称说出来就是《妙法莲花经》。那个《妙法莲花经》呢，指的就是白色莲花，就是这个分陀利。那这个有这些这个啊花，在那个那些这个书，那么这就是讲那个池岸上啊，那些这个那些树跟花。再来就是讲的岸树池花，岸树就是那个旃檀树，池花呢就是个七宝池水上的，七宝池里面的那些莲花，
那个莲花在小本阿弥陀经里边有四种颜色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啊，还有赤色的白色的。那么这个简单讲有那几种，其实有很多种的。那么这里讲的话，有天油波罗花啊，波檀摩花，居摩陀花，芬陀利花，这是各种颜色都有了。这些各种颜色叫杂色光貌啊。这个杂色就是各种颜色，各种颜色都那个发生这个放出这个光。我们看这个研究那个《观无量寿经》里边就知道，那个莲花里边，莲花也放光，吃的这个用莲花这个这个流出的水啊，种种都放光。所以说这个光貌啊，貌是非常茂盛的。嗯，这种各种颜色各种光，这个这光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光只是一种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光也不止一种。哎，不过我们肉眼呢只是看见这种这个这个白色的光而已。那么科学研究的话啊，用那个仪器一检查出来，就各种颜色有很多啊。那么这个在七宝池里面那个花放出来的光呢更多，光貌颜色多得很。这就是弥覆水以上，弥覆呢就是啊，就是现出盖得满满的，覆就是覆盖，那些莲花那些光啊，都把这个七宝池的这个水啊盖在这个水上啊，所见到的一片都是各种的各种各色的这个莲花以及莲花的这个光，就是弥覆在水上，各种莲花发的这个光啊，升到极乐世界的人就继续要修持啊，修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修定功，修定啊。那么这个比如说弥陀经叫青色青光，青色青光就看见了，修了个定功的话，借助这个青色，它一片就是普遍都是青色，它就在了一片青色当中啊，这个看见就容易这个心里就定下来了。那么其他各种颜色也是这样啊，就借着各种可以哈，借着各种颜色呢，那么都是入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呢还没有升到那里去，没有升到那里去，要知道这个做什么呀，做什么用处呢，那用处很大。说我们现在这个念佛的人呢，只要我们发了心啊，发愿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愿一发了，自己在这个念佛了，七宝池里边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里边就生出一只莲花出来。那么这个莲花随着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信愿行，这叫三种资粮啊。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资粮啊，这个一天一天的增长，
所以这个花呢，它是一天一天的茂盛。反过来讲，假如说我们这个念呢，这个又懈怠下来了，甚至于啊，有退转，我念着觉得、不想念了，那么这个花呢，又凋了，又枯萎了，它就是妙就妙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发心念佛的，既然发心念佛了啊，不管我们这个在家里的这个事情多么忙啊，每天时间是不够用，这个呢把这个自己时间调配好，就是再忙的时候啊，你每天早晚功课要做，就算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念不到很多的长的时间佛啊，古人也讲，你就是念这个十念法，就是念十口气，比不做要好。为什么要一定要做呢？做早晚功课的话，就是养成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一部分，就把念佛当作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呀、这个每天吃饭是不会忘记的，睡眠也不会忘记的，这些生活上一些事情，果然我们念佛就像我们穿衣吃饭睡眠这样，每天在这个程序当中有一定的程序，这就可以。那我们就是你时间你能够运用的时间多啊，每天念佛的时间多，你读念当然更好啊。就是没有是很多时间，你太忙了，做事情太忙了，你这个最少最少你念个十口气，这个时间应该能够找得出来。每天这么做，你不要看这个少，只要每天这么做，那七宝池那个莲花，它也是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啊，这个长得很茂盛。这样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既然能做帮助各下面一段，就是持水随意啊，持水就是七宝池里边的水，那么那的水呀、又是特别了啊。我们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水池子，像那个游泳池吧。游泳池那个水呀，不会随意的，水有多深就多深啊，那没什么随意。海里的水也好，河里的水也好，不会随我们的意的。它那个这个七宝池的水，随着个人的意思，所谓意思是什么呢？还没有用言语说出来，只要心里边呢这个念头动一动，想这个水怎么样啊，就水就随着你的意思就出现了。这个呢，我们在现在的科学方面呢，就是电脑你这个你下这个指令，你还用嘴巴下指令啊，这也是了不起了。现在是这个只要一下命令，那个电脑就按照你这个指令，这个就出现了啊。可是他这个呢，他这个还不用说话的呢，意思一动就行了，这叫随意。随意呢，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先念一遍。
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亦欲令水沐足，水即沐足，欲令至膝，即至于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贯身，自然贯身，欲令还肤，水遮还肤，调和冷暖，自然随衣，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静若无形，薄纱映彻，无声不照，微澜回流，转向贯注，安详虚实，不迟不急。这一段就是讲那个随衣的。这一段呢，前面呢，那这个情况我们一看就明了，那就是那些菩萨啊，或者声闻众。所谓声闻众呢，就是在别的世界啊学佛的人，他先修的是小乘啊，修小乘之后啊，再发这个发大愿修菩萨道啊，改修大乘，净土宗是大乘法门的。那么这个回小向大呢，这一类的啊，往生的人，往生的人呢，到了极乐世界啊，他因为原来在他方世界学的是声闻众，所以到那边还是叫做声闻众，其实他已经早就改学这个大乘了。那么不改学大乘呢，只学小乘啊，是不会不能够往生的。所以现在我们国内啊，有一个风气，那么有人考据，考据说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代啊，多数的时间，最大多数的时间讲的就是小乘的经典，那么他们就提倡啊，研究小乘经典，大乘经典像《华严经》啦，这个《楞严经》啦，这些，《法华经》啦，他说这个是后来的，后来才出现的。他们有这种的这个都是啊，实际说的，这个都是在谤法的啊，我们要了解。那么要知道这个，必定要修。大乘修菩萨法，修菩萨法才能够能够往生的。所以在那个由诸菩萨声闻众，声闻众实际上已是发心修菩萨了。那么这些呢，若入池水，他们要到这个七宝池里边，入宝池，到宝池干什么呢？到宝池洗澡啊。所以下面这一段一看就明了，就不必细讲了。他想啊，水呀、啊，直到自己的脚，这个水就到脚。那么水深到自己的膝盖，这个地步就到膝盖。那么再深也到腰部，以至于到颈部，或者是整个那个冲灌身呢、啊？灌身就等于我们那个洗澡淋浴啊，冲啊。他就这样冲，你要是他恢复嘛，他又恢复了。这一段是讲这个，呀，就是每个人有意思都不一样的。虽然如此呢，
那个在七宝池里边的这个菩萨那个声闻众多得很呐、啊，这个虽是多，不论有多少人，嗯、啊，有几千几百这个万几千几百亿人，哎、啊，都是按照个人的意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这样的了。不但那个水那个随着椅子高高下下的那样这个这样这个这种情况啊，还有调和冷暖，调和冷暖的水的这个啊，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水啊冷一点，清冷一点。有的人喜欢这个水呀、啊、稍微温暖一点，也是自然随意。自然的话就是你想怎么只是稍微冷一点或者稍微暖一点，都个人的想的都不一样啊。他这个随着每个人的这个意思就是自然随意。就是在里面洗澡啊，洗了之后怎么呢？开神悦体啊，开神悦体啊，神就是精神，精神非常这个啊，这个放开啊，这个精神非常好。体呢就是这个身体，不但精神那样振奋呐、啊，开怀呀、啊。这个身体也感到非常喜悦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般人也都是每天洗澡嘛，洗个澡以后也感到很舒畅的。嗯，这个这样的话怎么呢？荡除心垢，重要点就在这一句。嗯，因为在这个极乐世界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你不洗澡，不洗澡身体就有很多这个污垢了啊。起码在这个极乐世界，身体不会有污垢的。不会有污垢的话，他为什么到了洗澡啊？洗澡就是开神悦体呀、啊。除了开神悦体以外，最重要就是荡除心垢。心里有什么垢呢？身体都没有垢了，心里还有什么垢呢？心里有垢。为什么心里有垢啊？我们这个在这个世间的凡夫众生啊，这个学佛总原则，不论你哪一种的这个讲这个道理，都是要明心见性，自己的心性啊要能够完全明白，要完全不但明白，而且要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证到本性，而且对于这个知都知不到，还没有知道自己有本性呢。为什么呢？这就是垢啊，垢只是一个字简单，详细的讲就是那个种种的烦恼啊，那个最普通的讲这个六种根本烦恼，贪求心啊，嗔恨心，这个愚痴心啊，贪嗔痴慢傲慢心，这个疑是怀疑心，疑惑，贪嗔痴慢疑呀、啊，还有种种的这个恶见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这个见解，有邪知邪见，这个六种，六种是这个概略的讲，分开来说那就多了。我们呢，就是心呢。凡夫众生的心呢，
就被这些烦恼把它遮盖了，一层一层的遮盖，就是蒙上这些垢，就像这个污垢，有污垢在那里，我们自己的心自己不知道。我们说自己有这个心，有这个真心，这个真心是万德万能，真心没有生死的，这个话讲出去啊，很多人反对，凡夫众生认为生死有生有死这是应该的嘛，你说没有生死哪有这回事情，就是很多书的人他的那个执着的非常厉害，他都有这种邪知邪见的，所以那些人呢就是很难治的。那么我们现在了解的话，我们凡夫众生呢，这个真心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被这些烦恼啊这些垢啊一层一层的遮盖的。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普通法门你了生死啊，必得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个垢整个把它断除掉，去得干净，你才能够了生死啊，才能出六道轮回啊。这个无论如何我们要记住这种分别。那么我们修念佛法门呢，这个见思惑这个烦恼啊，虽然没有断，念佛可以断的。弥陀经讲七日一心不乱，你真能得到一心不乱的话，这个烦恼就这个见思惑就断了。但是我们现在功夫用不上啊，功夫没有那好功夫啊，没有好功夫，你能够把这些烦恼扶得住就不错了。你能够扶得住啊，你比如说我们不人家对不起我的话，我要发脾气要跟人家吵架，当下自己知道，一提起自己警觉了，这个脾气不要发，你就能把它扶得住了。能够扶得住的时候啊，这就功夫就不错了，这叫扶活。长期的能够扶活的话，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就能够待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之后，看看我们这些还有那些烦恼在心里面呢，这叫心垢。所以待业往生的那些众生到了极乐世界要继续的啊，不是说往生之后我们这个见思惑没断，到那个就没问题了，不可以不断的，可以不断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很难断，所以用特殊的办法了，换环境到极乐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断的，所以到那个时间能够断得非常快，那个环境啊，一切都是那样美好的，自然就很快就断了。你看，这是用七宝池的水，这样的话，这样的水，它就能够断了。不但断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这个都叫做心垢。要不然那个大菩萨为什么还要到那个宝池里去洗澡呢？洗澡就是要声闻众的话是断这个尘沙惑啊，他见思惑已经断了，断这个尘沙惑。那个大菩萨他要断这个无明的，断根本无明的，所以是荡除心垢啊，包括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在那个是水池里洗啊，就能够帮助那些人的那些菩萨，一层一层的去得干净，去掉了。
你看这个那个环境，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说我们建立人间净土啊，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人间来修学佛成佛了，一方面度化众生，一方面自己就在成佛了，不错，你这个志愿是很大了，但是要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功夫啊，这一生你说你能够维持下去，再一转世啊，你这没有正果，你再一转世的话有隔音之谜呀、啊。啊，在下一世能不能够接触到佛法，那大有问题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下边就讲清明成洁静若无形，就是讲那个水质，这个水质啊，既非常清又非常明，成洁呢，这个里面一点的这个掺在里面那个杂质子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洁也是那样的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这种清明成洁了，那个就叫什么呢？静若无形，那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若就是好像是没有一种这个形象似的。那个水我们看看，在这个池塘里水我们看出来，河里的水、海里的水，我们看着一片都是水呀、啊。它在气泡池里的水呀、啊，看着好像看不到似的，好像没有这种形状似的。这就形容那个水呀、啊，清明澄洁啊，看起来就好像看不到了一点那个这个形啊，这个形状，那可以说是静到极处了。那么这个宝沙映车，七宝池里边那个前面讲过啊。池底都是那各种的这个宝，那个金子那个金沙把它这个铺起来的，那些各种宝沙了啊，映车映啊，就是那个宝沙也发出光。那么你这里讲啊，是那个水好像是没有形状的，那么然后啊，就看见那个池底那些宝沙，映车就是一直照到这全部照到底，无声不照。你这个宝池有多深呢？它这个。都能照到，就是那个沙的这个映车。知啊，为什么这样的这个清净无形呢？要了解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水呀、啊。比如说我们人类众生看的这个无论哪里的水都是那个流动性的那个水啊，这个我们虽然会游泳的也可以在水里面呢也可以在水里活动，但是那是暂时的，不能长久在水里。水族动物那个鱼啊，这一类的呀，他就把水当作自己的家园，
他能够把水泥当作家园，就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水泥在他们看起来，就跟我们呼吸空气一样的了。他是借着那个生存的。那个鬼道众生啊，就不是这样。鬼道众生，你看那个他看那个水呀、啊，就是一团猛虎了，变成虎了，燃烧的火是一样的。那天道的众生看的这个大海水也是一片琉璃，那又不一样的了。那就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讲，我们人道众生啊，处在一个环境，所见的水也不一样。嗯，我们在台湾是用的水、喝的水是这种情况，在其他那个讲究环境这个保护啊，特别注重这个卫生的话，他们的水质啊自然的水质、水源也好，自来水也好，那跟我们这个又不一样啊。为什么要是说这些情况呢？这个水呀、啊，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呀、啊，是众生的业力。众生，你造的什么业了？你用的这个水呀、啊，遇到这个水呀、啊，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大多数人都是造业，所以现在这个水也污染了。水污染之后怎么样呢？自己造的业自己享受了污染的水，喝的是污染的水，这不是自己造的吗？是业者所造的。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那个水可不是业造的呀，那是这个阿弥陀佛是大愿的，那种大愿的愿力造成的。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造成的，当然是最最完美的了。凡是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众生，也非发愿不能去的。即使发愿了，他能够到七宝池的，他也是愿力，不是业力了。这一点要特别这个要分辨清楚。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那个七宝池里边的水呀、啊，是静若无形啊，那些薄沙也能够无声不照，就是愿力造成的。所以说，微澜回流，转向灌注。这个七宝池的水呀、啊，也起一点这个波澜，澜就是那个水呀、啊，那种这个起了一点这个波浪，可是这个波浪不大，不像我们这个大海这个水，哎，那不得了，那个小船一个到海的这个鸳鸯的时候，那受不了，那个一浪来的话，你不会这个撑船的话，不会划船的话，几乎把这个船一下就翻掉了，危险得很。他那个是微澜，哎，在极乐世界，这个风也是微风，水的这个澜呢，波澜也是微澜，微微的，回流。回流是这个澜呢，就像这个微风一吹的时候啊，往前面推推的时候，然后又回过来，这叫微澜回流。转向灌注，转向灌注就是照应前面那个啊，在七宝池里边的这个沐浴的时候。你随着个人的意思，这样的灌注。还有呢，安详虚实，安详是安，是很安稳的、安然的。详呢，
想是啊，不急才能想。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办事情呢，这个好像很紧张，很匆匆忙忙的呀，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那个秩序就乱了。所以讲安详呢，详是详详细细的，一件一件的那个程序啊，不会乱的，叫做详。那么这个安详虚实啊，就是这个那个水的那个状况，很柔和的，很安详的那个，慢慢的呀、啊，是属于这个流啊。我们这个读《论语》就知道，孔子子在船上曰：“逝者与如斯乎？”啊，那就是河船上的这个水呀、啊，往下流叫逝。这个它这个水呀、啊，也是流动的，叫逝。可是这个流动的水呀、啊，徐徐的呀、啊，不是很快，没有那个急流。急流是流得很急很快，它是徐逝。所以下面讲不迟不急呀、啊，也不非常迟，所以迟好像是不流动了，而且流动很慢，也不是那个样的。也不急，急是流得最快，既不迟也不急，就是那个徐逝。这一段呢就讲那个七宝池里的水呀、啊，那种流动的那种状况，你想想看，水那种流动那样平和，那种安详，我们在这个世间哪里享受到啊？这也是意思跟前面一样。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水啊，在内地的这个黄河水也好，长江水也好，长江三峡的水流得多么急啊！啊，这个其他各地方的水呀、啊，急流是很多的啊，海里水更不必说了。这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自然界，一般人呢，研究学术的人呢，他往往把这个自然界跟我们人的心理呀、啊，看作是两回事情的，达成两极。这个一般的学术都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佛法，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都是讲一元化的，这个中国这个文化讲的心物合一的，先王传下来这个文化就是心与物，就是物质精神是一回事情，是一元的。那么这个佛法更不必说，佛法讲这个自然界的这些个，在一般那个修士界讲的是与我们身体没有关系啊，哎，没有关系啊。按照佛法这个事实来讲，这个理来讲，这个自然界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的这个众生的第八识，这个。流露出来的第八识有形象形状，第八识的形状就是展现在外面，就是山河大地呀、啊。啊，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业力，就有什么样的自然界。比如说我们人道众生，我们到人间来，我们前世造的人间的这个业啊，
一到人家来，我们看看周围的环境，就是我们已经造的这个业，所见的山河大地这个自然界的状况，就跟我们过去的这造的这个业的完全一致相合的，这就是我们第八识显露出来的。那畜生的就不是这样啊，畜生我们告诉他有个大兜山在那里，他正是一个大兜山，那地下这个蚂蚁他根本就不知道，在他这个蚂蚁的第八识里面根本就没，他不存在那个，他的业力跟我们人道的业力不一样的，那个鬼道的业力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这个讲这个房屋，这个有墙壁，门一关了，我们人就进出就隔了。那鬼你关门你能关得住吗？鬼关不住的，他这个你这个墙壁子，他能够不受这个门窗子，你他不受这个限制的。一座山在那的鬼也拦不住，他为什么？他的业力跟我们人的业力不一样的。那天道众生升到天上来，当然更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娑婆世界这个六道众生的业力不同，所以环境不同。那么现在这个讲这个水，我们所以这个、有这个水质不好，而且有这个那个这个波浪那么高，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呐、啊，险恶的心呐、啊。众生有险恶的心，那个水，所以那个波浪才有那么高，才是那个险的、危险的。我们有这个心理很危险，还有这个高高的、很高、低的是，所以才有高山呢，有高山深海。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众生自己的，有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就造成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业力感应出来的。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啊，极乐世界是他心里是平的、平等的，所以平等心呢、啊，一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高山，都是一片平地。他为什么平地啊？他是心里，凡是到极乐世界的时候，虽然是学的佛的程度不相等啊，他心里都是平的。心里不平啊，就说我们这念佛，你要这个扶住烦恼，扶住烦恼能够扶得住，心里就平了。我们心里是不平，有不平之气在那，就扶不住，扶不住就很难，很麻烦，往生就很难了。那么这一段下面呢，就是这一大段的这最后一小段，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问佛声，或问法声，或问僧声。这个一段，这是最后的一段。这一段叫波扬妙声啊，波是波浪啊，就前面讲的那个围栏呢，那个围栏很微微的那个起了这个波澜，有了波澜就发出了扬起了一个声音，那种声音叫妙声。所以经文里讲呢，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那个围栏里边这个发扬出来无量的，没有办法说出有多少，那种声音是自然的，自然的这个美妙的那种声音，那种美妙声音呢，也是啊，随其所应呢，就是说那个众生呢，谁喜欢听什么声音呢，他就听到什么声音。莫不闻者，那么这个怎么随其所应呢？比如说这个
对于佛法程度浅的，那么这个声音呢跟他讲的那个佛法了，正好他一问就听到听得明白。那么他对于佛法了解得很深了，然后这种这个妙声啊，哎，他一听呢就是很深的佛法。深与浅呢，随着个人的这个学习的程度，哎，各有所闻，莫不闻者。三种，下面这个概率的讲有三种，或闻佛声，佛说法的声音，或闻这个法声，法声呢就是这个就八万四千法门这些佛这个法就这发出来这种这个声音。何闻僧声，僧声呢是除了佛以外的那些大菩萨声闻众等等，他们呢这个说的这个法叫僧声，就是三宝的声音，不离开这三宝。所以阿弥陀经里边讲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原来是这个皆系念佛念法念僧，到后面一段就自然念佛念法念僧，它程度都是不等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